优弟哥又在吃自助餐了，差不多行了吧，优先啊，不吃了，好了，不吃了啊。你吃点别的去，你吃别的罐的呀，你吃那里吧，那里吧，那里吧。又开一罐，对对，就吃那个吧，那都快让你吃完了。这个罐里是一样的，别坐灯上吃啊，你把那个壳吐一边，见了吗，这个壳，你要不然你下次还得在里边扒呢。来，这家伙你别踩在上面，顾什么顾，顾也不让踩上了啊。这怎么还有一粒这个，你吃了。